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企业个案研讨。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同学呢来收看我们在华视的教学节目。我们这门课程是企业个案研讨，今天进行呢是第14讲。我们探讨的公司呢主要是大润发，相信同学呢都有在去大润发或者说家乐福啊，就是量贩店购买东西的经验。那么我们今天就探讨说大润发在大陆的发展，而且呢它是怎么样来击败家乐福啊，成为全中国量贩店的龙头。我们今天呢在现场也是请到两位老师跟同学一起来探讨。第一位是王信真王老师。各位同学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第二位是叶清江叶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单元。我们这一讲的讲授大纲呢，我们先跟同学呢做一个报告。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会先对大润发然后做一个公司的介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润发它的创办人尹衍梁那么在国内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家，有的时候呢报章还会用红顶商人这样一个名称来形容他，就是我们也会介绍尹衍梁他在创办的时候他到大陆经商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谈到了大陆，这是全球量贩业里最大的一个战场。大润发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顾客导向的四大策略。另外呢，就是他怎么样来调整他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来超越家乐福。最后呢，就是大润发他在大陆呢就击败了家乐福，然后成为通路里面的霸主。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就先请王老师呢能够跟同学针对大润发这家企业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大润发它的全名是大润发流通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它从事的是量贩买卖行业。在1996年由尹衍梁以新台币10亿元在台湾内湖设立。那么大润发流通事业呢，目前在全台湾有24个据点。那在1997年，更在中国大陆成立上海大润发股份有限公司，借由台湾成功的经验进军大陆，目前在全中国有超过100家的分店。大润发集团在2001年与法国具有45年经验的欧尚集团进行合作。欧尚集团它在法国、卢森堡、西班牙、意大利、波兰、俄罗斯与中国大陆都设有分店，它拥有跨国联合采购能力，所以使大润发的商品跟服务更具竞争力。在大润发的经营理念可以分成4点。第一点，让大润发走进每一位顾客的生活。他借助欧尚集团全球化的营运经验，来了解每一位顾客的需求，那提供最好的服务。第二点，提供丰富的商品选择，以长期低价满足更多的顾客。那么在大润发的商品呢，包括有生鲜商品、生活杂货、五金百货、电器及服饰5大类，提供消费者一次购足的便利。第三点，呈现多元化卖场形态，兼具休闲与便利的消费需求。大润发的整个设备里面包括有药局、邮局、便利商店及汽车轮胎维修站，所以整个空间规划呢，能够让消费者
既能够有便利的消费。第四点，专业服务领导商圈，成为值得信赖的大卖场。那么大润发积极的参与社区的生活，能够制定出来符合顾客需求的经营内容。好，我们谢谢王老师做的一个说明。接着呢，就是关于大润发的创办人就尹衍梁这位企业家呢，我们请叶老师呢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事实上呢，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当中，那未来到五年、十年当中呢，最具有影响的台商恐怕是什么样？应该就是我们尹衍梁先生了。那台湾有许多著名的企业家，虽然都努力在铺建中国的人脉，但是都没有做得比尹衍梁做得更好。啊，事实上他就是以德服人。那在1989年呢，尹先生呢代表国学大师南华锦到中国去进行探勘，以及与中国官方呢签署一些所谓的捐赠铁路同意书。那这段的京温铁路，也就是从金华到温州的铁路，全线呢有250公里的探勘之旅，也为自己铺上通往中国呢政经人脉的一条平顺的道路。那事实上他也成立了所谓的光华奖学金，接着他带着自己跟南华锦的第二个愿望，啊，在中国奖励高等教育。在多次前往中国之后呢，事实上他也发现，大陆的高等教育竟然如此落后，于是他带着南华锦的期待，成立了光华奖学金，原本发放对象只有锁定的几个学校，像北大、清大以及内蒙古大学，那其后奖励了更多的学校，高达了25所的大专院校，这也是当时首度遍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奖学金。那捐助者居然是来自一个台湾的商人，啊，就是尹先生。那心学也成了尹先生最大的中国人脉的保障。那其中他成立了光华管理学院，那是在中国一炮啊而红。接着他也在中国管理学院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新办了中国光华管理学院，十年来呢已经成为中国各省状元心中的第一志愿。那目前领过光华奖学金的大陆学生呢约有8万多人，从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则有3到4千人，这群毕业生呢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那分布于政府财经部门或者是有关国营事业中的一些重要的任务。那其中呢就算只有1/10的人来讲，他也能也存有感念之心，也足以在各地呢替润泰集团呢的先进事业打点各方的关系，甚至消灾解厄。那一旦事成型，那利就随之而来。那尹先生的经脉就是靠人脉而来的。那尹先生从父亲尹书田手上接下了原本只有一家做格子布的润泰纺织，到现在呢集团已经扩张到营建、流通、金融、保险等。好，我们谢谢叶老师呢跟同学做的这样一个说明，让我们知道说尹衍梁呢他去大陆啊，从温京铁路开始啊，就是捐赠啊，让中国大陆呢就感觉到说这个企业家呢跟别的商人呢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又创办了光华奖学金啊，就先从奖学金开始发放，所以很多在大陆上非常聪明的学生啊，他们想要留学，那么他们没有钱，都是靠着这奖学金去美国去欧洲留学，然后又回到大陆啊。那么第三个呢他又办了那个光华管理学院啊，就培育非常多的那个 EMBA 啊，所以在大陆北京大学那边呢几乎都是全国的政府的高官或者企业界里面啊经营有成的商人呢都到这边来啊，所以打下的人脉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绵密。那么像他去上海经营那个上海大润发，在登记的时候就非常的顺利啊，因为在政府的官员里面呢就很多呢都是因为他才能够出国留学啊，才能够学成回来，而且呢位居高官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尹衍梁呢他的经营
啊，就他这个商人啊，跟别的商人是不一样啊，所以就常常有人会形容说他是红顶商人呢，很像胡雪岩啊。就胡雪岩的话，他就是啊广收人心了啊，就是政通人和。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着呢，我们再谈大润发啊他在大陆的一些经营状况。同学，接着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大陆，这也是全球量贩业者啊最后的一个战场，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场。那么我们从这个图表上呢，就可以看出说大概了啊，就是在大陆上它是三分天下的情况，就是一个呢就是台资的大润发，一个呢是美商沃尔玛，一个是法商的家乐福。中国呢，它现在正在做一件啊，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将整个国家的企业、整个国家的商业呢，慢慢从以外销为导向、以外销为主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政策呢，把它改成就是需要呢内需平衡这样一个政策，而且呢要逐渐的要西进，啊，就是大西部开发大西部，而且呢要开发农村。啊，企图呢用13亿的人口打造出一个全球最大的市场。那么润泰集团的发言人呢周冠他就说，那么就全国的内需市场来讲，中国市场呢是大家最看好的。目前就是三分天下了啊，就一个呢就是法商的家乐福，一个呢是台资的大润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商的沃尔玛。我们看一下在中国大润发它的一个股权结构。那么在它股权结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润泰集团呢它大约是持有 67%， 其中润泰全球呢大概是占有 22%， 那么润泰创新呢是 11%， 其余就是由尹衍梁个人跟他的家族大概是占了 18%， 另外呢就是润泰集团的员工，那么他们占的比例呢是16%，剩下来的大约33%呢，就是法商欧尚集团，他所持有，啊，所以是采取一种合资经营的一个模式。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大润发啊，它几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了。那么第一个呢，就在1996年的时候呢，润泰集团成立了一个大润发流通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97年的时候，4月，大润发呢，经由香港控股公司呢，在上海成立了大润发公司，并且呢，分别在华东、华北、东北各个地区呢，重点的城市，然后设置了量贩店啊。所以，像我们这边所看到呢，就是大润发呢，在荆州的一个量贩店跟苏州。1998年7月的时候呢。大陆的上海店呢开幕，1999年7月，大陆的苏州店开幕，而且创下240亿元的营收啊，挤下了万客隆。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连锁业排名里，上海的大润发已经挤进了第10名，而且呢也完成了在苏州重要的一个物流中心。2008年的时候呢，大陆又新开了16家的门市，所以它的总门市呢已经达到了102家，突破了100店的目标，在全国呢是排名第4。到了2009年3月的时候呢，104家店成立，在第1季它的营收达到115亿人民币，啊，换成台币呢大概是552亿。并且呢，首度打败了中国的家乐福，成为中国量贩店的龙头。啊，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整个家乐福啊，它的一个成长在大陆重要的一些里程碑。啊，接着呢，我们也谈一下大润发呢，它在大陆采取的一些策略。啊，关于这方面，能不能请王老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那么在。大润发在中国采取的顾客导向的四大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坚持便宜。那么大润发有80%的商品是由中央负责统一采购，
这跟家乐福还有欧尚他们采取分店独立采购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第二个，在这一点呢，他们的以量制价的优势，所以大润发能够压低成本，那也能够使得分店保有一定的促销商品的定价权，那这样子对于他们在零售作战上面有相当大的竞争力。第二个策略是源头采购，维持品质。那么以生鲜叶菜类为例，大润发它并不是从批发市场来采购，而是直接跟农民订立供应契约，从源头来采购，来确保品质和安全。那例如大润发在江苏常熟海明农业有200多甲的有机栽培蔬果园，那么直接使得大润发的农产品有高品质的提供。第三个策略，商品的供应因地制宜，为了使得在中国大陆超过100家的大润发能够有足够的商品供应，所以大润发制定了中央的物流系统以及内部完善的资讯系统，那么每一种商品的库存流量都能够透过网络的管理来迅速完成订货及库存。第四个策略，服侍客人贴心细心，大润发的卖场设计希望能够让消费者买得舒服，所以他在设计上非常的贴心，例如他整个卖场用色块来区分，他的蔬果用的是绿色，冷冻用的是蓝色，烘焙用的是黄色，让客人能够一目了然。好，我们谢谢王老师做的这样一个说明哈。刚才王老师提到说，大润发他对客人呢是非常的贴心，啊，服务都是非常的细致哈。我也举另外一个例子，因为在大陆上的就一般的民众多半都是骑脚踏车了，啊，就是有私人汽车啊，就毕竟还是不多了，摩托车也算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去大润发那边看啊，外面几乎全部都是脚踏车。当一旦下大雨的时候啊，他们员工就会有一个很贴心的动作，啊，是什么动作？就他会拿出很多的塑胶套，啊，像我们雨伞有雨伞套，他会拿出很多塑胶套，然后把外面的脚踏车呢全部都用塑胶套呢把它套起来，啊，让他的脚踏车呢不会被雨淋湿啊，所以这让那个一般的顾客出来买了商品之后，看到还有一个塑胶套抱着啊套着。啊，自己的脚踏车都会觉得说非常的那个感动了，而且呢，他们的就是每一个大的店的那个总经理啊、经理有很多都是女生，啊，那么女生的话呢，她做事就会比较细心，而且呢，她会非常设身处地的来替观众来想，啊，替那些她的客户啊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他们都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啊，因为他们也发现说，很多的客户都是为了说这个商品，他可能比另外一个店低个1块2块，啊，他又会不辞千里，然后跑到这家门市来购买，啊，所以刚才所讲的那个四大策略，就是说他的低价，或者他找到他的源头，啊，或者是说他贴心的服务，都是他能够业绩不断成长的原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着呢再跟同学探讨。刚才呢跟同学介绍过了大润发他的一些经营策略，接着呢我们来谈到就他整个的经营模式跟管理制度也是经过一番的调整，关于这方面能不能请叶老师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的，实际上大润发最初是模仿万客隆的经营方式，采取仓储的模式来经营。那大润发中国区的执行总裁那黄明端先生再一次走访欧洲各国的量贩店时，就发现呢万客隆的客人呢是门可罗雀，可是隔壁的家乐福呢却是什么门庭若市。后来呢黄先生认为是量贩店超市才是未来的主流，于是回到中国以后一声令下，那大润发把重货价改成什么样轻货价，
那同时降低了货架的高度，让原本适合工商业采购的仓储也变成一般消费者大众可以轻松采购的量贩店。那大润发之所以能够在总店数跟总营收都有落后家乐福的时候，但是在单店的业绩成长上呢，确实胜过于家乐福。最主要因素就是什么呢？落实员工的分红制度和将耗损率跟奖金呢连接在一起，如此呢才能够将每个管理细节予以落实。那大润发在每个门市呢会发放季奖金之前呢，总部会检视该门市的耗损率跟目前的目标值的差异，来判断是否要该发奖金或者扣发奖金。那这笔的奖金呢会因为全员的店有不同而有不同奖金，让员工彼此能够督促有无偷吃食物或者怎么样偷喝饮料的行为发生。透过这样的机制设计，那中国大润发可以把耗损率控制在2%-3%，是远低于同业的10%。另外呢，在商品的定价上面，大润发也赋予各店的弹性调整价格的权利，好让门市呢能够及时反映市场的变化。那大润发在全中国来讲，60个门市当中都配备了6到7个的查价的小组，那每天抽出1000名的顾客，常常购买的一些品项，针对门市呢方圆5公里内的竞争对手，做出什么市场调查。那还有呢，产品当变动的时候，产品价格当变动的时候，他们的电脑系统也会自动怎么样更新该产品的有关的毛利率方面。那同样的毛利率又跟怎么样采购人员的绩效连接在一起，透过这个机制呢，所以大润发就可以确保市场上具有市场竞争的价格。同样的，各分店的业绩的及时查询系统也是大润发另一项秘密的武器，也是大润发将管理落实到每一个细节的末梢神经系统。那相较于许多量贩业者来讲，大润发却能够做到数字的管理，那能够让主管随时都查到正确的数字，可以知道每个分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也可以让员工呢永远处在怎么样上紧发条的状态之上。好，我们谢谢叶老师跟同学做的这样一个说明，让我们知道说大润发它的一个经营模式。所以它最初呢也是学那个万客隆啊，但后来发现说万客隆这一套呢是没有办法真正获利的啊，所以就开始改学家乐福。那么他学了家乐福之后，他还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家乐福呢他做不到的然后大润发他能够做，比方说他的员工分红或者说他让员工能够公司的干部有更高的一些自主的弹性，而且他从源头来采购他不像家乐福他是各店只有自己采购自己的，但是家乐福大润发呢它能够更集中了这是它独特的地方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就是大润发它在整个中国量贩店里面它是可以算得上是真的是称王的。在1998年的时候，当中国大润发在上海市开出第一家门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全世界零售业的霸主，像是家乐福也好，像是沃尔玛也好，他们都已经进驻中国，而且超过10年。然而呢，后来居上的大润发却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把沃尔玛、特易购、溢出莲花、欧尚等国际的巨头呢都甩在后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表上就是2008年中国大型量贩店它的一个竞争态势表，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大润发呢，它的店数呢虽然是101家这是在2009年7月的资料，是落后于家乐福是134家，或者说沃尔玛的123家甚至说比好又多104家也要略少，但它的营收成长呢却是最高的就它能够呢让利给它的员工，而且呢他们的制度能够精确的掌握他们的盘损所以它的营收成长，在一个就是你的营收增加，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耗损减低、成本降低的情况之下呢，营收成长呢能够持续
啊，所以达到31%，啊，是超过中国沃尔玛的30%，啊，也超过啊那个家乐福的14%。那么另外呢，就它的营收的金额，我们也可以看出，就达到335亿，啊，那个人民币，啊，那么虽然不是最高，啊，是那个略逊于家乐福338亿，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过，在第一季的时候，它就已经正式的超过家乐福了，啊，所以从这个表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个大润发在中国它是极具有竞争力的。好，那大润发呢，在2008年全中国的营收里面呢，啊，它是达到338亿，啊，如果说单店平均的销售，我们来计算，大润发的单店成绩呢是比家乐福要高，而且高出7996万元。甚且呢，在2009年的第一季里面，就大润发它的销售呢已经达到了115亿元的人民币。啊，已经超过了家乐福的108亿，啊，所以我们说2009年的时候，大润发量贩呢就在中国呢，啊，就已经位居第一了，啊，那么大润发在商战上呢是紧追家乐福有数年之久，那么也给家乐福呢有一个芒刺在背，非常大的压力。如今呢，大润发在2009年的上半年，啊，市场上呢就已经胜过了家乐福，终于呢登上了整个大型量贩店通路王的宝座，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它必须要一个很大的市场，啊，它才能够经营，然后它的爆发力呢才是足够的，啊，那么这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内需市场。在大陆的内需市场里面呢，我们看它。固然是充满了机会，但是呢也是布满了地雷，因为大陆的服务员呢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它的消费形态消费行为呢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台商在那边经营呢很容易不自觉就会把战线呢拉得很长，你拉得一旦很长的时候呢，你整个的后勤资源就会产生困难，所以为了避免进退维谷，台商需要在资金跟管理方面呢要下更多的功夫，尤其是在大陆上被国际大厂都视为是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么面对擅长以购并扩大规模为主，啊，这种经营方式的家乐福，或者说来自美国，像沃尔玛，英国的乐购等等，啊，竞争对手的虎视眈眈，那么大润发呢在中国这场马拉松竞赛呢，我们可以讲啊，是没有终点，啊，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企业个案研讨里面呢，跟同学呢介绍啊，整个台湾的企业在大陆经营成功的一个典范，啊，就是尹衍梁他所创办的大润发，啊，那么因为他曾经在观察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他认为说未来呢，就是卖酱油的会比那个卖晶片的啊更有赚头。啊，的确我们也看到说像现在高科技公司呢他们的毛利呢都很低，啊，但是反而一些服务业呢它的毛利呢会比较高，啊，所以我们在后续我们也会跟同学呢陆续介绍一些其他在大陆经营成功的企业，台湾的企业，比方说像是宏基，那么宏基呢也可以算是在小笔电啊笔记型电脑上面呢也已经在击败了新惠普，啊，那么也是在全球呢啊就站到了首席之位，啊，所以宏基呢也算是借由海外的市场，啊，就是欧洲的市场大陆的市场急速的串起，那么另外呢就是像是国内也是很有名的啊旺旺集团啊或者说鼎新集团，那么他们也分别呢是在台湾啊就是鼎新油品啊或者是宜兰食品，然后在大陆经营成功。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同学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同学收看，也谢谢现场两位老师，啊，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